哦，这里有煤炭，来挖一点，来挖一点。哦，这样回去就可以烧东西的。哦，麦块有够难玩的，到底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模式啊？没错，今天我就是来到这个超简单麦块模式的世界。究竟我可不可以在这个模式底下击杀中介龙呢？那你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比超级简单麦块还要来得简单吗？没错，就是往下滑，点一下那个红色的订阅按钮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做好了吗？那我们就开始影片吧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片头。哦，然后我全身有钻伤是怎样？相信大家看到开头都知道我们今天要来干嘛。没错，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超级无敌简单的麦块模式哦。那我刚刚发现我一进来齁，我直接解了全部成就，超夸张的。应该是解了全部成就吧，你看。哇，全部成就都解了，超夸张的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试试看可不可以击败中介龙啊，在这个超级单模式中啊。我不知道这个超级单模式中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就来玩玩看。好，玩玩看。那我们先来做一个工作台，应该说我们先来做一点基本工具吧。那他哇哦哦哦哦，拿超多木棒。等一下，我和一个木棒可以拿一组，是不是？我靠，真的好扯哦。那我们先来做一点工具哦。哇，真的是超级单麦块。来，我们有木镐，木镐好像，哦哦，木镐效率5×93，我靠，我只要一拿木镐就有那么高的效率了，是不是？那其他攻击是不是也一样啊？我靠，啊木斧呢？哦，木斧也是，木斧有锋利5呀，好扯哦，哇，而且我挖超快，什么意思？那我先来收集一点，石头哦。那我挖石头应该会挖超快吧？你们看，你们看，我记得好像有那个吧，挖掘加速，对，我有挖掘加速2的效果，所以我们挖这些石头也会超级无敌的快，哇，也太爽了吧，挖超快。然后，我觉得我们先需要找一点食物哈。那我记得好像会，我一拳也可以把那个羊打死，好扯哦。啊，猪嘞，会，哦，好酷哦，好酷哦。那我不知道等一下可不可以一拳直接把中间我给打死哦，应该是不行啊，应该是不行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。我先来看看可不可以找到村庄好了，对，因为有一个村庄，这样我们才会比较好哦。我发现我不会有摔伤，我们有什么啊？我们没有摔落保护，然后这个保护是怎样？超多，数值超多哦。这有个女巫的家，嗨，女巫，呵，哦，她直接死掉了，可怜的女巫啊。那这间女巫家应该也没什么用才对，我们直接看一下可不可以找到村庄吧，对。这附近有没有村庄啊？哦哦，我找到村庄了，可是为什么这是那个僵尸村庄啊？等一下，我直接找到僵尸村庄了，好丑。那这边哦，有很多甘草捆，甘草捆就是食物嘛。对，那我们直接来做一个石杵啊，刚刚有挖到一点石头嘛。那这个石杵应该也会有附魔，它有效率，它有效率。那我挖这个甘草捆应该会，哦，直接打一下就烂掉了，哇，也打太快了吧。然后马上就有很多甘草捆哦，超棒。那食物的问题应该都解决了才对哈。那接下来做做看一些石质工具好了。这些石质工具应该都会有特别的附魔在上面吧，我来看看齁。我们来看一下剑有什么附魔好了，也都是锋利5×93，就只有斧头吧，斧头可能比较强一点吧。好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们这个木质工具就不需要了啊，垃圾。好，我们有这些超强的石质工具，哇，挖木头也挖超快，然后再加上挖掘加速2，我的天啊。好，我们先来做一点面包吃好了，哎呦，毕竟吃东西比较重要，吃饭重要，吃饭重要。看我们饱食度都那么低了，真的是。话说这些村民的箱子都会有什么啊？哦，马铃薯跟绿宝石，好像没有到很好。然后这些床我们就回收，因为等一下我们打龙会需要用到蛮多那个床的。来，都把这些床全部都给回收。然后哇，超多绿宝石，可是我有那么多绿宝石也没用啊，这里一只村民都没有啊。哎呦！来来来来，这些床都带走。OK， 这些6张床应该够了。好，那我们先试试看，找一个洞窟下去看可不可以挖到类似钻石之类的东西。好了，哦，这边有一点那个铁，那我们来把它收一下。我们先来做个熔炉出来烧一下这个铁哈，然后我们等等来做一下铁制工具，看会发生什么事情。OK， 现在我们有3个铁了，来来来，我们马上来做一把铁镐出来，看这个铁镐也会不会有同样的效果，还是会更好？哦，这个铁镐也是效率5×93，哦，我们挖东西可以挖更快了，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。OK， 来做个铁桶，好，太棒了，有了，有铁桶了。那这边附近有没有水啊？哦，有水有水有水，我们去捞一桶水哈。会 ，OK， 有水了，哦。OK， 我们先把这些铁锭都拿起来，然后先下去找看看有没有岩浆池。对，那
以我们现在的高度，应该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岩浆池了吧？我们来乱走一下。哦，有有，这边马上就有岩浆池了。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不需要盾牌。哦，等下，刚刚那是苦力怕吗？为什么那苦力怕爆炸，然后完全没伤害啊？苦力怕直接变没用哎、欸！哇，不愧是那个超简单模式，有没有？那我们先，哎、欸，我发现我没有历史、欸，哎，我可能要找一下历史。最重要的元素居然不在，我的天！哎、欸，等下那是历史吗？我有有有，我找历史了，找历史了！哇，我跟你说，以我的运气好不好？我挖一个它就会掉了，好吗？并没有，我不知道会挖多久，是不是？哦哦哦，好像也很快就拿到了哈。好，我们先做个打火石。OK， 那我们可以去盖我们的地狱门了。对，那我们就直接在这里盖个地狱门好了啊，盖个地狱门就是。超级无敌简单啊，绝对不需要教了，对不对？会 ，OK， 好，我们的地狱门盖完了，哇，连打火石都有耐久3效果，哎，好酷哦，太酷了吧！来来来，我们马上去地狱哦。地狱的东西应该都会变成很简单才对吧？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就死了。好，哦，旁边这里就是那个扭曲丛林，哎，我们可以先打针之后，哇，这边是那个朱布林堡，哎，哇，我们可以直接去跟朱布林交易。也太酷了吧！等一下，好，我们先收集点。哦，这个挖超快，挖超快，挖超快。我们很快就可以收集到很多石头，然后叠过去了。哇，太棒，太棒，太棒！马上就有很多个地狱石了。我们直接过去朱布林堡垒那边看看，哦，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应该是不会那么容易掉下去啊。如果掉下去的话，就死定了。哎，白痴！等下，我可以在岩浆游泳。等一下，哈哈。我可以在岩浆游泳哦哦，我可以直接游岩浆哦，我不怕岩浆，可是这样会游好慢啊、哦！等一下，我们直接哦，我们可以直接游过去对面哦，太酷了吧！等一下，来来来，就快到了，我可以不放快了吗？我可以不放快了吗？哎，有，我不放快了，有，我可以上来。然后我的装备完全不会扣耐久值，哎，太夸张了吧？这就是超简单模式吗？你想怎样？确实，我、哦、连锄头都可以秒杀他，还是怎样？太酷了吧！哦，各位有朱冰堡也在这里哦，然后这边哦，那边有箱子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开箱子了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个朱冰堡嘞，感觉是会给我带来很多好东西啊。来来来，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箱子可以开到什么东西哦。会哦，一些金根、远古遗骸、哦，也太夸张了吧！虽然说我们解完全部成就了，但没关系啊，有远古遗骸也是件好事，好不好？哦，然后他还有给我很多见识。线我也是需要，因为我等等会需要做到一个弓。哦，这里还有一个箱子，来我们来开开看。嘿，哦，更多的金锭哦，然后他这次有给我金苹果哦，也太爽了吧！啊，这些食物应该就不需要了。嗯，我稍微乱晃了一下，我发现好像没有，好像没有任何黄金可以给我挖。哎，天啊，看我们不能跟他交易了，我们需要去打安德才可以拿到这些中介珍珠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先去找看看有没有那个地狱堡垒哦。对，那我直接走扭曲森林好了，因为我可以边走然后边打安德嘛。对，那走吧，我们出发，看可不可以打到很多的中介珍珠，然后并且找到地狱堡垒哈。哇、哦，直接挖到，哇，我直接挖到这个超酷的地狱堡垒。也太扯了吧！我可以直接这样挖到，哎，天哪！哦，好好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来刷一下历练使者。OK， 有了，我们有八根历练杆了。好，接下来就只剩中介珍珠了。OK， 我们收集到12颗中间珍珠了，12颗应该够了啦。虽然说这是超简单模式的麦块，结果打珍珠也打了超久。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就先打开我们的坐标啊，然后我们来先回我们的主世界看看吧。来，我们先上去，然后我们来做中介之眼，然后我们来去找我们的中介祭坛，并且尝试看看可不可以直接一拳把中介们给击杀哦，应该是可以啦，好不好？应该是可以啦。好，我们上来了，来来来，马上来做一点中介之眼哦，我们先做一半好了，先做6个，好，先做6个，那来直接丢一颗好不好？直接看它往哪飞，诶，往哪飞了？哦，这边，往这个方向走是不是？好，来来来，我们走，诶 ，go 来 go 来 go。OK， 来到了我们的莽原地形哦，那我们就直接在这里再丢多一颗，应该，哎，怎么还是这个方向啊？不要爆掉，哎。太棒了，好吧，还是这个方向，那我们就继续再跑一下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怎么又找到一个新的村庄了？太扯了吧！哇，好来，再丢一颗，看，哎，它转方向了。等一下，它是不是转方向了？哦，那证明我们应该蛮靠近的咯。嘿咻，哎，
它不见了。哎、欸，它是往下，它是往下吗？哎、欸，它好像往下哎、欸。哦，太酷了。那祭坛就在这底下哦。来来来，我们马上做一个铁铲，超强铲子，我们直接一路往下挖，好不好？直接一路往下挖，真男人挖法，好不好？完全没在怕的。那但我希望我可以吸到那颗珍珠，因为我看起来好像捡不到。没关系，我们就十个眼睛，好，好不好？哇、啊！等一下，吓到！为什么会只有苦力怕啦？有了，我们找到了我们的中介祭坛。那这些箱子，铁可以拿着，好。那这些箱子应该可以开出一些珍珠吧，应该不用太担心才对。对，那我们就先要探一下哈，因为我们要找一下那个传送门在哪。哦，有了有了，我找到了我找到了，来我们来希望它上面有两颗眼睛好不好？一个，等一下，好像不太够呢，怎么办？上面就只有一颗眼睛，运气也太刚好了吧？等一下，我们先把剩下的眼睛放上去哦。哇，我们就差一个眼睛，哇，那没办法，我们只好去找一下这附近的箱子有没有那个眼睛好了。啊，这个有点，哦，这有个箱子，嘿，哦，刚刚还有一个珍珠，我靠，运气也太好了吧？然后这边是图书馆哦，图书馆我们就不看了。哇，运气也太好了吧？刚好就这样拿到一颗眼睛，我靠，嘿。哦，有了，来来来，我们先来做一些工具的东西哦，因为我们等下需要打中介龙，我先做一把弓出来好了，因为我不知道这弓会不会有附魔，会有吗？啊，这弓有附魔哎，它只有耐久3，也太烂了吧，等一下，没关系啊，有耐久3好过没耐久3嘛，好，我们就用这个弓，然后再加上这些床，我们就来看看可不可以顺利的把这个龙给击杀哈、哦。有了有了，我听到中介龙的声音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把水晶都给射爆哈、哦。哦，他很快就哇，他很快就到中间，没关系，我们先不要紧张，先把水晶都给射光光哈。哦，你怎么过来打我？等一下，他完全打我不痛不痒，然后我挥他一下，伤害超高哎、欸！等一下，是我挥他吗？好像不是，好像是水晶造成的伤害哈。来，既然我没有那么好的装备，是不是直接近距离把这个水晶给敲爆，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吧？喂，哦，完全不会损血，不愧是超简单的麦块，太爽了吧！来，继续把这些水晶给射掉哈。然后刚刚那个那一发很尴尬，大家什么都没看到，好不好？为什么我射不到、啊？等一下，不要打我啊！你那再帮我挠痒痒，嘿，有吗？碎，来这里，嘿，哦，有，那这样全部水晶应该都没了吧？来啦，中介龙你该受死了。我们先放这个黑曜石哈，这边也放一个，好，那等中介龙来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给用这些床把它给炸残血之后，最后的收割、哦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中间了，来来来来来，马上，站好位置。来，直接炸他！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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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！他怎么那么快就飞走了？等一下，我还没炸爽你怎么就这样飞走了啊？哇，终于要再下来了吗？嘿 ，OK， 有在炸了。然后我现在没有任何工具，我只能用手，然后把它给敲死哦。来来来，龙头在哪？龙头在哪？哦，有！我才敲了两下就飞走了，不是哦？接受最后的洗礼吧，中介龙。嘿，嘿，最后一下，不是，擦一下而已，不是，擦一下，你就这样飞走了，然后你还把我打飞，我的天啊，我最后一下都打不到你，哦，赶快下来啦，真的是，该了结了，哦，你终于要来了吗，中介龙，来，最后一战，我只要敲一下，你就会死掉了，你在哪？哈，没事，哈，有啊。终于把他打死了，我的天啊！好，我们也不会拿到那个解放中介的成就，因为我们一开始我们的成就就解完了。耶，吸经验，吸经验，哇，超多！我们现在有74等。最后就拿一下这个龙蛋哈，来来来，拿这个火把，把这个龙蛋给收服下来，也不是收服啦，回收。OK， 有了，拿到龙蛋了，太棒了！来，走吧，我们回去主世界吧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麻烦帮我点一下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按赞。那记得要打开小铃铛。如果你想要收到影片最新通知的话呢，可以加入我的第一群组。如果你想要更深度的支持我，可以加入我的频道会员，以及在底下留言，超级感谢给我。那我是片头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各位，拜拜。